光点，欢迎收看大户筹码论。来看今天台北股市开低走低哦，今天中场是大跌547点，跌破了月线，还有20000点整数大关，收在19901点。今天成交量也来到5349亿元。那今天盘是怎么做解析呢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欢迎到是华信投顾张大文分析师，大文老师好。AI 城市倍数翻，全国投资朋友打开后。第二位欢迎到陈一群分析师，一群好。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盘面上观察，我赶快问你，先请教大文老师。好 ，AI 城市倍数翻了哈，今天进入正题之前，我只请问全国岛主朋友嘛，你每天财经节目专家这么多，国内几十位、上百位的财经专家，请你回答我一件事：何谓先知先觉？什么叫先知先觉嘛？啊？不啰嗦，我们从上礼拜已经跟大家再三叮咛啊，台指123百万操盘法，从上礼拜台股创新高已经告诉你了，掌握千点的波动，你就是倍数的获利嘛。只要掌握到千点的波动，掌握到千点的价差，指数的操作。就是让你100万变200万，200万变400万，你要不要啊？赚一倍你要不要？你告诉我啊！啊 ，AI 城市倍数翻嘛，已经跟你讲了，AI 城市来计算多空筹码啊，你只要 SOP 执行操作 ，AI 城市转空，你就给我用力用力用力的放空操作嘛。那 AI 城市有明确清晰的多空方向啊，不会跟你含含糊糊啊，多就是多，空就是空啊，明确的方向、时间、价位啊，什么时间、什么价位进场放空都会跟你交代的清清楚楚。那 AI 城市多空不要猜，不要赌啊，投资朋友，你不要看到大涨了就上看21000、22000、23000嘛，胡说八道是要很惨的呢，所以指数操作我一再强调，不要预设立场。从上礼拜苦口婆心跟你讲，指数掌握到千点的波动，你就是倍数的获利啊。那什么叫先知先觉啊？来，全国同学一起用眼睛见证嘛。上礼拜4月10号。台股再度创新高，台指上攻20892，全市场在跟你讲什么？全市场专家跟你讲什么？要上看21000了，22000了，23000了，告诉你这个行情还要涨还要飞，10个有9.9个都在跟你歌功颂德，吹牛比赛。上礼拜4月10号，全中华民国，现在所有的节目 YouTube 都有重播，你去看，你就把4月10号所有的节目、所有的专家在讲什么，你把它全部看一遍。那4月10号，张老师公开讲什么？我4月10号当天，我公开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里台股刚进入了什么？我说台股进入了高档震荡的结构嘛。我说这里动辄会有千点的波动，会有千点向下修正的空间嘛。我说千点的波动，千点的风险，千点的向下修正的风险空间，你是获利一倍耶。所以4月10号公开跟全国同学讲要干什么？20880，请你把握。要懂得向下避险放空，而且跟你交代的很清楚，这里会有千点的倍数获利的空间。上礼拜全中华民国谁敢讲啊？谁看得懂？不知道会有千点的修正，我跟你讲，这都不及格了。你跟这种专家，我跟你讲，你早晚都要啊，面临很大的问题。上礼拜大涨，全市场都在跟你歌功颂德、锦上添花、吹牛比赛。上礼拜张老师苦口婆心啊，20880，你赶快放空。4月10号为什么要空？我一直在跟你讲 ，AI 城市怎样
AI 城市怎样？有明确的方向、时间、价位吗？四月十号 AI 城市，来，全国同学，麻烦你自己用眼睛见证啊！这就是股市的血压计嘛 ，Google 导航系统啊。四月十号，麻烦你告诉我，一早九点多，请你告诉我，中国字白纸黑字写在这里这么大，空嘛？就上礼拜四月十号指数创新高，你的老师还在那边，还在那边吹牛比赛，还在锦上添花。AI 城市已经交代的清清楚楚，把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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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力向下放空，指数创新高，但是 AI 城市已经领先向下转空，而且跟你讲得很清楚。一片绿油油啊，一片绿油油啊，那你跟他客气什么呢 ？AI 城市转空要怎么办啊 ？AI 城市要转空要怎么办 ？SOP 执行操作啊。所以上礼拜四月十号已经苦口婆心跟全国同学讲，把握把握把握，向下全力放空啊，而且跟你交代得很清楚，这里会有千点的波动哦。会有千点倍数获利哦，你信不信？啊，来，四月十号全国同学见证了，四月十号全国同学见证了，一早开盘，一早开盘九点 ，AI 城市转空，所以我们一早开盘，第一句话 ，AI 城市，请你告诉我转空，张老师骗笑哎，创新高怎么转空呢？这就是你没有血压计，你在那边乱猜乱赌啊！你看你要赔多少钱？那上礼拜所有全国同学用户 AI 城市同学，一早开盘 AI 城市翻绿转空，那跟你客气。所以一早开中名义 AI 城市转空，那怎么办？20880850，赶快去放空两笔啊！到了十一点多还在20892哦，通通空得到哦。为什么要空 ？AI 城市转空，所以这就告诉你，有专业的依据跟没有专业的依据差很多、啊。你上礼拜用眼睛看，打死你也不相信会跌一千点了、啊，你还在幻想两万一、两万二、两万三呢。那上礼拜我们有血压计，有专业的工具，很清楚嘛，把握放空嘛，20880850，把握放空啊。不仅放空，而且跟你交代很清楚，这里动辄会有千点的波动，掌握倍数的获利，这都是我们上礼拜已经带领全国同学把动作做好了，全力放空，准备向下千点的获利。四月十号，就这么简单。你需要说张老师你很准吗？不用嘛。你到医院量完血压，你会冲进去跟医生讲：“哇，王医师你好准吗？”不会吧？啊 ，AI 专业的工具就这么简单，血压计量出来高血压，你就赶快吃药啊！你去跟医生 argue 什么？所以上礼拜四月十号 AI 城市转空，你就赶快进去乖乖的放空啊，空到饱，空到满啊，20880850，你赶快放空啊！那不仅四月十号20880850放空两笔，甚至四月十二号再度反弹到20809，四月十二号再度反弹到20809。我们四月十二号来，全国同学又是一开盘哦，8:48哦，全国同学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哦 ，AI 城市20880转空向下转空，所以短线在20800、20780、800780再空两笔啊。全国同学，上礼拜全国同学见证了，上礼拜 AI 城市20880850、20800780没有带你放空，没有叫你放空，你打电话进来，我赔你一千点啊！那你也不用说张老师你怎么那么准啊？我们的血压计量出来就这么回事啊，就是转空啊，都给你看了、啊，图都给你看了、啊，你还不相信？你还在那边幻想，还在那边锦上添花吹牛比赛，所以有专业的工具很重要。所以你在股市成为赢家，尤其在指数的行情波动，你一定要拥有 AI 城市嘛。你量血压没有血压计，你告诉我你在量什么？
胡说八道一通啊。所以上礼拜大涨创新高，你的老师在那边跟你上看两万一、两万二、两万三 ，AI 城市已经白纸黑字了嘛，就是空啊。那既然空，那你还客气呢？20880、20850，甚至12号20800、780，赶快全力、全力、全力向下放空啊！一切反弹都是空啊！那今天有没有1000点？你自己回答啊！麻烦全国同学自己用眼睛看。那上礼拜20880、850、800、780带你全力、全力、全力、全力向下放空，不仅放空，而且跟你讲得很清楚，这里由于进入了高档震荡结构，指数这里会有千点波动、倍数获利的行情。请你告诉我，上周20880、850、20800、780带着全国同学全力、全力、全力放空，跟你预告会有千点的波动、千点的向下修正获利行情。今天有没有1000点？答案在这里，有没有1000点？所有上礼拜听张老师的话，跟着 AI 城市进场，全力、全力、全力放空，在20800以上全力放空，放空四笔。今天有没有1000点的行情跟你分享？有没有让你赚到千点的行情？麻烦你自己做个公平的见证人。那同时也请你好好的自己回想一下，上礼拜在20880、850，全市场、全国这么多财经专家，有谁告诉你赶快放空会有千点的获利？有谁？答案在你心中了。我今天我很不愿意讲，说哦，张老师你好准，这没有什么准啊。你到医院量血压，你跟医生讲，哇，医生你好准，你不是很好笑吗？你血压计量出来，高血压就高血压，低血压就低血压，血压正常就血压正常啊。你需要跟医生 argue， 你怎么那么准呢？为什么要拥有 AI 的专业工具？尤其在指数操作，甚至股票其实也是一样，股票也是一样， AI 程式清清楚楚，都不要猜不要赌嘛。所以上礼拜没什么好争的嘛，上礼拜指数创新高，你的老师还在发疯，还在上看22000、23000、25000，那所有 AI 程式全国同学已经白纸黑字，就是一个字，叫做空嘛。不仅叫你放空，而且跟你预告这里会有千点、千点、千点、千点的倍数获利嘛。那4月12号带着你20880、850全力、全力放空两笔，4月12号800、780再空两笔。今天请你告诉我有没有千点、千点、千点的获利？大盘有没有重挫千点？需要怀疑吗？今天跌1000点，为什么跌1000点？答案上礼拜就跟你讲了嘛。AI 城市转空。告诉你会有千点的拉回，完全 bingo， 就这么简单，一口20几万呢，保证金现在一口才17万多，上礼拜17万多你操作一口，今天一口的获利是20几万呢，是不是倍数的获利呢？张老师有跟你夸大吗？张老师有跟你吹牛吗？所有上礼拜听话的同学，今天是全市场最大的赢家吗？今天重挫大跌千点，你是最大的赢家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，今天千点的获利就是你的，是不是？那从上礼拜带你放空四笔，880、850、800、780带着你放空四笔，那我问你，送你几千点了？送你几千点了？你自己讲啊。那1000多点获利是20几万，保证金现在17万多。所以你等于获利高达一倍以上，所以我上周跟你讲的倍数还超过一倍以上，1.2倍呢，好，不啰嗦， AI 程式就这么简单，所以我一再跟他讲，你想成为赢家，你必须拥有 AI 程式专业工具，由 AI 程式计算筹码，你不要自作聪明啊，不要自己在那边算，还在那边学技术分析，你学吧，学到死你也搞不懂。今天 AI 程式时代嘛，有 AI 计算筹码嘛，筹码翻多才能做多，筹码转空客气什么？全力放空，明确的方向、时间、价位，多空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你用猜的用赌的，你会输死啊，你会输死啊！我看了40年，看太多了。
对，按部就班 SOP 啊，跟着我们，对不对？现在啊，这个民众党啊，这个柯主席的名言 SOP， 你有 SOP 没有问题吗？啊，那千点的波动倍数获利啊，所以从上礼拜四月十号当天指数大涨创新高 ，AI 城市已经白纸黑字，就是一个字叫做空嘛，空啊，翻绿转空啊，你要猜要赌吗？不用嘛，就这么简单。带你全力放空，而且跟你预告会有千点的获利，会有千点的获利。来，全部同学，从上礼拜四月十号 AI 城市20880附近翻绿转空到今天19798，来，电脑不会骗人啊！获利多少？获利多少？这不是张老师嘴巴讲的。上礼拜20880转空，今天获利是不是千点？AI 程式都算给你看的嘛，千点的获利你要不要？你要千点倍数获利，上礼拜你就要 SOP 跟紧脚步，全力进场放空啊！今天千点不就你的吗？赚钱很难吗？赚钱只要有拥有 AI 专业工具 ，AI 程式专业工具，然后 SOP 执行操作，不要有个人的成见，不要用看的、用猜的、用赌的，你会输得很惨。上礼拜你自己看看。99%的专家都在跟你吹牛比赛啊！上礼拜全中华民国谁敢告诉你全力放空，告诉你会有千点的修正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恭喜大家了！上礼拜跟着 AI 神士全力进场放空，今天就是千点的获利，电脑都会算给你看嘛。好，那大跌千点之后会不会有反弹？当然会有反弹啊！大跌千点之后到底会弹多少？明天结算。到底会弹100点、200点还是300点？当然会有反弹，听清楚。所以今天所有的全国同学，今天我们12点多，是不是 AI 城市？我们从上礼拜20880、850、800、780全力放空的波段空单，我们今天趁台指重挫千点、大跌千点，可以利用小台指怎样买多无风险套利操作？啊，你有一口大台可以抵四口、三口、两口，随便你。把这千点的获利把它锁住，这是一个更专业的操作，哦，更专业的，一般人搞不懂，你来找张老师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我们带着全国同学，把上礼拜的波段空单千点的获利，用小台子把它套利锁住，结果小台子套利之后，尾盘又弹了100多点，不是很可爱吗？啊，利用小台子买多套利操作，把这1000点的获利把它牢牢锁住啊，哦。那台子还是听清楚，重挫千点之后，短线当然酝酿反弹。但是一切反弹上来还是要空，那空点在哪里？你不要乱空，哦，你不要乱空，跌了1000多点，反弹当然啊，哦，会有一个幅度的反弹，啊，哦，你不要空探低，反弹上来的空点，你还是一句话，不要用猜的，不要用赌的，123百万操盘法，反弹的空点还是要把 AI 专业的工具把它带回去，你一定要拥有专业的操盘工具。欢迎大家啊，哦，反弹的空点跟上脚步。好，那么更多操作的建议，广海区再请大文老师帮大家做解析。欢迎回到大户筹码，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大文老师。好，何谓先知先觉啊？恭喜全国同学，上周台指四月十号创新高20892，全市场在那边跟你吹牛比赛。张老师斩钉截铁 ，AI 城市已经怎样 ？AI 城市已经怎样？20880已经转空了吗？你客气什么？所以上礼拜20880不仅叫你全力放空，而且跟你预告这里会有千点的波动，倍数的获利啊！四月十号有没有带着你全力放空？20880、850，请你把握全力向下放空，而且跟你预告会有千点的倍数获利啊！全国同学，四月十二号再度谈到20809。还是一样，20800、780再度全力加码放空，而且一路跟你叮咛预告会有千点的获利。今天有没有1000点送给全国同学？吴宝，你自己讲啊！我没有说我很准，我上礼拜20880、850、800、780带着全国同学
啊，苦口婆心，请你全力向下放空，预告会有千点的波动获利，请你告诉我，今天这一千点，你听话的人就是你的啊，带你放空四笔，已经送你几千点了啊，远的都不要讲了啊，不啰嗦了啊，从20880 AI 城市一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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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空，从20880一路转空，今天 AI 城市连获利千点都算给你看了。这不是人为准不准，这已经是 AI 城市的时代了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大跌千点之后，当然要利用小台子啊，准备酝酿反弹。但是反弹的空点，反弹的空点，你千万千万不能再错过。我再三严肃的叮咛你啊，你错过这个礼拜千点的行情，下一波反弹的空点千万不能再错过啊！反弹的空点在哪里？欢迎熊同学，要成为赢家，你就必须拥有 AI 专业操盘工具，把 AI 操盘专业工具带回去，跟上脚步 ，AI 操盘工具带回去啊！同时会有我们盘中第一手的讯息，把 AI 操盘工具带回去，再继续掌握千点大波动倍数行情。拨电话进来。好，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，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了，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要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且自负投资风险，也祝您操作顺利，我们再会。